教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对了，你看见前面那只蜗牛了没有？蜗牛？没有啊，教练。怎么了？我压到它了？你怎么会压到它呀？它刚才超你的车了，秀秀。你盯着我有什么用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这车开得有多慢？你是出来压蜗牛的吗？你开那么快，前面有人掉钱包了，你开那么快。快也不是，慢也不是，猪也不是，狗也不是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，教练？你自己没看到吗？你自己压线了。我知道，怎么了？我把它压断了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。闭嘴。我压线了，我知道，我长眼睛，我能看见。我要是不压线，我早去考试了。我还跑这儿你来教我，哎，凶得要死。哎，你。你什么你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有技术的。我要没技术，你早就咻的一下从挡风玻璃出出去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把你撞了怎么的，我带你去医院给你治不就行了？开的不好，脾气还挺大。哎，现在教练真难当。你干什么？你给我同归于尽吗？啊，救命啊！啊！